我生日啊。你竟然在超市过的生日。生日快乐哦。谢谢。给你买香肠和紫菜包饭吃，还有小夜宵。谢谢你。好寒酸啊，对不起。完了，最喜欢喝吃瓜汁。还有点醉。后面有个黑哥哥哭了。我看到结尾，我也快要哭了。今天他过生日，我带他来这家店吃牛排。我点了一个 dry age， 就是风干的牛排，剔骨牛排，没有尝试过，可以尝试一下。65天的这边的dry age 都是。然后点了一个扇贝，他最喜欢吃的扇贝，然后还点了个前菜章鱼。我们要求他是3道菜一起上。我感觉很好吃这个面包。因为它很香，这个酸菜好吃，就是酸菜配这个面包，然后下面就是它这个面包本来就很好吃很香，然后下面抹一层butter，然后上面叠加它的酸菜，就三种一起呗。没，但是没有这个青色的酱。好吧。这青色酱有点涩，有一点点。On behalf of Michael, and it is crispy artichoke heart, a bit of lemon aioli, parmigiano reggiano, and tomato sofrito. Enjoy. Thank you. Crispy. Oh, 蔬菜卷类似的。这个很 crispy 的蔬菜。嗯。我喜欢那个咱们那个番茄。酸，它的酸酸的，很好吃。Just be very careful. This metal dish is quite hot. It's like dry-ish T-bone medium rare. Oh, that's nice. Perfect. Let's start with you, madam. Do you have any preference, the side or middle pieces? Oh,牛肉味重吗？嗯，然后很好咬。血腥，血味重吗？好，没有血腥味。有点小激动吗？它味道挺重的。咸吗？刚刚好，它不算很嫩。不算很嫩吗？它还行，它还有油脂在里面，所以它感觉很嫩，但是其实它是有很多就是纹理在里面的。能吃过它是风干的肉，因为它很紧致。可能中间的油脂可能不会那么多，或在边边，是不是？好吃。嗯，真好，全是肥脂的味道。那个油脂味很好喝。很嫩，然后调味调了。哇，谢谢他的小心。
这口感有点不像什么，像厕所的味道。这章鱼太不好吃了，它的酱汁有点奇怪，它有点过熟了，是吗？因为嚼起来有点那个橡胶的感觉。章鱼还是那个我们去的那家好吃的，酒吧那家。嗯，还是牛牛牛好吃。哇，我吃全肥的话，为什么点了个花椰菜？全是肉，咸蔬菜吗？不喜欢吃蔬菜，把筷子吃掉。这个花椰菜偏甜，你说它这里有可乐喝吗？然后刚刚就是他们来收盘子，然后有个人是专门来收那个刀子的，就是他过来就是把我们两把刀子拿走，就什么都不拿，就拿两把刀子，然后剩下后面那个人就是把其他东西都拿走，很神奇。有可能他服务员把整个盘子端走的时候掉地上，刀子插到他们脚。这只是我们的猜测，就是如果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的话，就可以就是在评论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There you go, mademoiselle. So here are lovely seasonal tarts. And for our gelato selection here, we have vanilla, berries and chocolate. Wow. Don't be too happy. It's cold. Blow it out. But I don't want to blow it out. You don't want to blow it out? You want to open it to eat? Or blow it out? Blow it out.我知道我要怎么点。好先吃吃你的。这是咖啡味。好的。咖啡很好吃，这是那香草。很浓郁。香草也好吃。那巧克力吧。哇，这个好奇怪啊，这什么味道？可是很好吃。对，很 fresh 的味道。我从来不喜欢吃红茶，但这个好好吃呀。水果多，茶比较少，没那么好吃。嗯，哎呀，比较脆的。就点他们牛排，他们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牛排，大家都可以尝一下。我觉得他们家牛排很好吃。这个小可爱在等待他账单呢，爱你。萌死你啊！穿这么少，啊、爱美丽。我以为牺牲。我以为你开车嘛。哦，这样子的。对呀、啊。睡好了，睡吧。